咱即马搁再来看纪念品，纪念品第七，迄、那个249页。那么这段，本来是这个发单，请问这个个慧能大师，啊，这样慧能大师继续甲发单解答安尼，这段就是用开始才有那包括这个。解说解说，甲向发达解说，即个个法华经，佛由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如得出现。那么这个咱头前真暗吼，年前真暗，就有那伫这个诸佛世尊唯一一大事因缘，故现无色。真内底吼，伊这个说明的内容，内底都那讲到这段意思啊。哦，头前者就是有讲到个诸佛世尊唯一一大事因缘，故现无色，下利佛温和。明诸佛世尊唯有一大事因缘，故现如是。欲令众生开佛之见，须得清净故出现如是。欲使众生佛之见，故出现如是。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如是。欲令众生入佛之见，故出现如是。安尼，头前只经暗都解说过，所以即马这段文。因为这段段经的本文就是等于慧能大师用伊的迄落个《法华经》的本文出来，好，那么这个已经经会有解过啊，哈。佛陀开示，甲向众生开示佛的地见，啊，互众生悟入佛的地见。那么这个什么叫做佛啊呢？吼、哦，咱这个世间人吼、哦，我有讲过啊，一寡世间人唔知讲拜佛的人吼、哦，我讲拜佛就对，拜佛的人伊个当作一个拜佛安尼，因为这个我有亲身含一寡人来请法的，我甲问讲，啊你个信仰啥物会安尼？伊讲我含你烧香安尼。伊讲伊含我烧香，阮嘛拜王爷公妈做伯安尼吼，安怎样吼？伊甲回答安尼。啊，伊毋知讲咱凡夫皆拜迄个神，啊，上名甲叫做佛，啊，伊以为佛就是佛教中的佛安尼，哦，伊就安尼甲回答。不过这个问题是毋是一半个尔啦吼？是可能有真济众生误会，但是呢，今仔日。咱皈依三宝，以及三宝地主，伊个拜佛，吼、哦，伊无一定知影什么叫做佛安尼。所以这段下面这句解说啦，佛由觉也这句话吼，地道论讲安尼，因为这个心道的佛含这个佛道的佛两回事。因为这个佛就是觉的意思，但是心道结拜的佛是善道，一定要了解哈。但是若是要甲讲善道，伊个善道嘛无介固执哦。比如讲，今仔日结讲做善哈，那伫咱民俗人差不多讲，伊过去还未做善的进程是咱国家的这个，比如讲。孝道真固执，还是讲忠义真固执，这种的人去做神的，这是咱民俗内底所看出来。那么，若是真真正正做神，在佛法中的这个地位，伊会当做神，是伊一定爱修十善戒，安尼才会当做脱离天的这个天神。那么，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迄、那个咱这个三十三天。譬如讲，东华帝君、北极大帝、南极大帝、妈祖婆之类的，
安尼个叫做神。啊，那是这个地府千岁、文府千岁、这个什么千岁之类的哈，差不多四天王天管辖下，也一挂半鬼半神安尼。哦，这个是民俗的拜的神，是差不多属于这类，也是咱佛法中该讲的实现该有具足的人。但是四天王天以下，在地府千岁、文府千岁哈，这款的本来不是实现该具足，安尼了解哈？吼、哦，这个就是欲界天来地灵，而且挂在忠心好主啦，也是这个接福，哦，这是个说明在。那么这个佛含佛有差天甲地，天甲地拜神的神，阿个伫轮回中，但是佛是十法界中最伟大的一个圣人。在迄个八关斋戒中，不是有的人给教王师傅哩，你小我讲解一下。因有一挂人去哦，神做囝，阿说唔敢皈依安尼，吼、哦、唔敢皈依佛宝，唔敢皈依三宝。但是最近我拢有特别甲因强调，强调来到地拢加五六十个来签名，要皈依安尼，安了解吼、哦。因为内中有人去要做神做客囝，唔敢搁再重新皈依。哦，我就跟强调，神是阿个轮回中，那么佛是超越三界，就是法界中最伟大的圣人。你若要让神做囝，不如让佛做地主。神袂当保护人呢，佛阿个会当保护人。所以安尼讲来到底，拢加五六十个来签名，啊，要皈依安尼。那么这个佛。那即马来，即马来个讲，这个佛就是叫做觉。但是呢，以前内底是因的地道论，大地道论七十原七十内底人讲佛名为觉，有一切无明睡眠中最初觉，故名为觉安尼。好，那咱这句话吼，小我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无明？我正讲，因为讲伫一切众生无明。那就在睡的中间，但是有觉醒的人，安尼才叫做觉安尼。那么这个呢，无明是指什么？指讲众生醉生梦死安尼。好、哦，这是说明安尼啊。醉生梦死是迷雾思想。这个咱稍微写两字啊字来补充。起码咱有哪反省哈？以这句话来反省一下。那么，什么叫做醉生梦死？我即马讲最近吼，一挂人因为饮酒，家己袂用控制，就塞车。塞车若毋是家己去弄电报条、弄安全岛死，就是塞车去出代志去搞死人安尼。哦，这是第二种的比如。那么另外有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个夜市啊，啊有三四个男众在啊饮酒，啊个男众就安尼当啊比手，恁有看到无？安尼比，敢那像已经得力，啊对胸口安尼瞪一下安尼，哦，可能是底下计讲饮酒要饮上好，还是讲唔惊醉迄款的情形？这种的人，即马这是比如吼，是无明中的特别罪的人，安尼特别搁在罪的人，这个叫做罪生梦死安尼，是不是有真侪这种的人？那么一味争取金钱财物、女性，开来造成无良业，这个伊有那是个动作。哈、哦，这个是咱人间真必要的一个代志，所以有安尼，较来迷雾思想，啊，不断的作业。那么另外有一种人，这是新年较发现看到的，注意过年皆开庙门，庙门的外口就有一挂人点香伫个所在，讲要等要插头祭香安尼，敢无看到？我咧讲，这种人叫做无明哩。讲插头香就是插头香，就是要心面甲保庇，保庇伊今年的运
有好的运，啊会发财安尼。吼、哦，啊就安尼唱，唱歌安尼，有诶指甲跋跋倒哈，恁有看到哈？啊就变甲迄个香安尼夹来夹去，啊去烧有着。伊要插头机香，要占要插头机香，啊要有新面头甲保庇。迄款诶自私心理，实在是真无正常。所以，但是都无法度，这是醉生梦死的众生，本来就是安尼。可另外一个镜头就是讲，唔知对一间宫有做一只龟，讲19999斤安尼，有无？啊，就有人伫迄个头龟的头前去跋杯，要拜托去只龟家伊保庇好命运。所以我先说讲一下，咱这个众生呐，伊这款的镜头出来吼，迄、那个面地啊，差不多退后，伫迄个50年前的问题哩。吼、哦，有人乞孤，元宵去乞孤，乞一斤，明年要背两斤嘛吼，敢是安尼吼？啊，乞5斤啊，背10斤，乞去到尾拢落跑去。但是乞孤为着啥物？就是讲为着要互身边家己保庇。食食看会平安，事业看会顺利呗。既然食了会平安，事业顺利，是安怎开始落跑？连两斤的骨都无法当去行，吼、哦！这叫做醉生梦死哈，会记着呐。另外一个镜头就讲有一间天公庙，人去啊烧香啊，摕天公金去，迄间天公庙，接迄个天公金接要到100栋，互海庙祝。底下三老金讲唔知变哪烧，注意，我看迄内底有哪一定有迄个三宝地主客去，迄个参加天公金的，所以这个有哪叫做醉生梦死哈？唔知讲众生的这个因果甲福分，吼、哦，拢总是，众生的这个福分，思想的这个变现，拢伫因果里，唔是这个神会当甲咱安排，唔是这个神会当甲咱保护的。一切爱有先定，但是世间的这个福报，无论你大甲小，注意总是有那有一天会结束安尼。所以这种的人生，当伊得利的时阵，就啉酒啦、花天酒地，安尼蹬脚只拼，啉米露蹬脚只拼，蹬胸坎。当伊无钱的时阵呢，因为没有神，也是一种保庇。啊，就安尼撞，要插头机箱，要献迄个个什么天公金，啊，要来乞孤来食平安，食大趁钱，这款叫做在面地未开。我那停顿伫50年前的这个时代，因为50年前的这个社会文明，啊，到50年后，今仔这个社会文明已经无同啊。但是众生的这个心，原在停顿伫50年前迄、那个心思动念。就这个叫做迷，也叫做无明，哦。但是我唔打注意，经过5年来，咱伫这个讲堂内底，甲咱教育，你突破偌济，我唔知呀。好、哦，是唔是你还佫停顿伫迄个50年前？因为有一个地主打电话给我，讲说，这个年代吼，有看一个修菩萨戒的人。啊，搁伫门口搁烧金安尼，吼、哦！当然，伊也无敢讲对啦，也无讲啥物啦，讲说这个代志吼，可能你爱搁再教育，教育了无啥成功，爱搁再教育，吼、哦！有那原在恁也是停顿伫进前，阿未合乎的进前迄种阶段恁，所以这个叫做无明。所以，我那叫做醉生梦死，还佫伫睡眠中，伫个做梦，讲意思。哦，所以，起码要甲咱讲，我帮所写即几句话，就是迷雾思想为真。哦，所以起码准一笔作业，安尼较有不断生死轮回。但是，希望注意，这个思想观念上一定较早突破一下，唔当搁再。有迄个不明理的种行为当中，那安尼话，咱就无采讲5年来去教育，哈、哦，这是算起来，我那是真不幸的代志，因为你的这个观念上无突破，
假使你若是讲要做一个生意，无你四个拜者，毋是毋对，吼、哦，毋通阁带烧金啦，阁带安怎样？啊！你若是讲已经菩萨道啊，你阁在拜门口吼、哦，可能喺土地地基吼嘛毋敢来食啦。你会使叫你个叫你厝内人来去拜安尼。哦，你若讲今日就都已经五界十善界、菩萨界啊，做到安尼啊咧，你阁拜吼，都颠倒吼，喺土地地基看无起。哦，你本身都无变化，所以即摆要甲咱讲佛者觉也。但是今仔日凡夫，伫凡夫要甲佛，即个应该要有渐处悟、渐处觉。毋通讲不是五年来，即句话我是照讲，伫只五年啊，伫台北是人有哪五六年啊，伫高雄是几十年啊。哦，即、這个我照，因迄个人并无甲我老公伫在一只。假使讲五年来，咱今仔还阁停顿伫未合乎进前的即个生活情形，也是讲即个信仰并无一个变化，安尼叫做未。但是我有讲过，那是会向修听经闻法有入法，两三年都无同啊。但是无变化，过二三十年都关在烧香。哦，安尼都无对啊！三年、两年，你一定爱变出来，变作讲我是一个修行佛法的人。虽然无达到最上的水准，但是我已经有变化，一定爱安尼。所以五年，咱就想讲，你五年前甲今仔日，到底你得偌济、觉偌济？因为凡夫俗子一定爱渐处觉。好、哦，安那到佛尊较究竟，安那得了三藐三菩提，所以有这问题。咱绝对唔通搁再进入睡眠中，啊，搁个醉生梦死，安尼都不对。吼、哦，请大家慎重一下。所以这个觉，佛才是真真正正大觉。啊，咱今日是渐处悟，一定爱变，直直变，直直变，直直变，变到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生活，安尼较对。吼、哦，啊，那无你要安怎样？落实未来一个解脱。吼、哦，爱注意，这个是由安尼甲咱做补充一下。哦、那么咱先过来哈，两百个字呀。这个开始五日哈，开始五日，这个说明哈，这个意思那落前日拢通讲过啊。譬如讲《法华经》个方便品，讲令众生开佛之见，即开觉之见，因为佛者觉也嘛，啊、哦。啊，众生来开佛的知见，就是等于开觉的知见。因为众生的知见是迷，但是佛的知见是觉。阿罗汉的知见有哪是觉？不如阿罗汉是消行觉，菩萨是无上正定未完正，唯有有一个正觉甲正定觉。阿罗汉有正觉，但是菩萨有正定兼正觉。佛道确实无上正等觉安尼，所以今麦这内容是计讲安尼哈。欲施众生佛的知见，就是视觉的知见。哦，啊，恁今麦佛法中，咱伫这个台南讲堂讲过的几本经典，应该拢都是大乘究竟觉的内容。哦，全省每一个讲堂计讲的也是安尼，比如讲咱遮。迄、那个成佛之道讲到到尾，也是即个大乘菩萨道。吼、哦，宝积经讲也是大乘菩萨道，即、這个就是要达到究竟觉。迄嘛是个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即嘛来即本《六祖坛经》嘛是即个大乘之道安尼。这两种是要甲咱讲入到即个空甲平等性道，所以即个就是啥觉。就是一定要达到真知正见，真知正见，即马就对着看讲真正真知正见。即个我就补充一个王阳明先生吼，当初有人甲伊问讲，迄、那个孝道的义，是毋是迄个义理知影就叫做孝道？王阳明先生毋是，义理孝道义理知影，还佫袂使讲你捌孝道，就是你即个人真心。对父母十足的友好，实实在在的落实，安那才叫做知影孝道。
所以我讲为什么讲安尼？因为这个佛的知见，不是干那一个文字上的义理知影，就是你本身真正在讲乐色菩萨道，安尼才叫做入佛知见。要注意这点哈，你本身实实知影乐行菩萨道，但是文字上跟咱讲是一个义字义。所以今天要跟我们说正见思想缘起，正见思想缘起本空。我现在要跟我们说，这个正知见就是正见思想缘起本空，正见众生同一平等性。这个入佛的知见就是要了解这个问题，这个注意哈。但是一定要落实咯，不是讲啊，我都知影迄个对生做安怎样，迄个正知见吼，迄个善归善法，道法归道法，安尼了解吼，不是讲用行善，安尼叫做修道。那么这个问题是要甲注意讲个吼，学佛一定要有教，但是咱敢是渐处哦。渐处我就讲，由佛经内底引带，予咱渐知、渐正知、渐正见安尼。但是直直一定爱了解到这个啥呢？这个世间法是缘起，这个一切事相拢是缘起，本来空。今仔一定爱了解，所以咱自然袂去执着世间的问题。那袂去执着世间的问题，咱就袂去造业。甚至咱个人的命运变化，拢总是因果来对应，就是伊安怎样，咱嘛会动，袂动心，因为一切随因缘，那么第二呢，就是要爱了解，先话咱会含人精进，注意你爱记一句话，对，因为咱含人有对待五常人相，而这个问题。那是今仔日，咱会当破掉人我之执，达到众生平等。好，安尼你就是已经落实正知见。头前这句话叫做正觉，第二这句话叫做正定。看有无？因为众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理性，你若知讲众生有一个共同的理性，伊和你并无分开，所以佛陀是具有这种的观念。以一味公道，公道无量众生，无量众生。但是凡夫因有别执，有分别，这个是我，这个是阮的，那是恁的，那个是恁兜。所以自然有自私心，先为着我。所以为着我，所以伊较讲就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咱人啊，无为家己吼，可能有雷公共死安尼。伊唔知讲为着家己来做一切业，较会许雷公共死。但伊为着要暗砍家己的罪过，所以就安尼分别心真重，来做讲做迄讲真不合理的即话出来。吼、所以我今仔要甲注意讲一个吼，佛陀甲咱教育的正知正见，第一互咱教，诸事上是缘起本空，这个叫做正觉。第二，甲众生同一体性，共一个生命体。安尼，这个叫做正定。咱若会当由这个正觉而正定，直直为度众生努力，而达到究竟圆满，这个叫做无上正定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正知正见的究竟。俺大家注意一下哈。所以经内底较讲，即是觉知见，令众生五佛的知见，即五觉知见。令众生入佛的知见多者，安尼叫做入觉知见安尼。注意，咱的目标都安尼尔，其他无啥物货。佛法的究竟觉就是安尼尔，这两句话就真固着啊。这两句话哦，那么来法华三、法华合论三啦，这可能是个另外一个人经历的款，以定福报伊提出来用安尼。这个言，佛不言，以佛知见受持众生。二言欲令众生开佛知见，是佛知见、五佛知见、入佛知见者，就是即知众生本自有之。
不将他以敌之也。哦，这句话咱该，这个佛的敌根不是佛得修好咱的。这句话就是讲安尼，安怎吼？所以现在咧讲，佛不愿以佛敌根修之众生，不是要修好众生，就是。如今欲令众生开悟，直接就讲，因为众生本来就迄个觉性伫了。吼、哦，伊即马甲咱教育，就是要互咱开家己开悟，咱本来就有一个觉性。即个就讲安，咱本来就有一个觉性，伊会当甲咱表示地佛的地见、五佛的地见、甲十佛的地见，就是因为众生本自幼稚。迄、那个佛佛为觉，迄、那个正知正见的觉，因为众生本来就有，唔是由别人得的。所以佛陀在这个五思考中间的众生的这个表现，所以讲阿含，阿、啊、来讲这个个方丈，哦，阿再来讲法界，迄、那个法界就是甲咱教入这个个佛地间啦，安尼慢慢较去到尾是发发涅槃。哦，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直直认清咱个人自由公明在安尼。每一个人都迄个公明的本体，唔是因为佛陀给咱的，是因为咱本身唔知影，所以佛陀一味地甲咱教育，教育到咱本身去发现。哦，这意思来讲安尼哈。虽然唔是将佛陀一直的哦，但是一定爱照着先对性。为之言，安尼知影吼？因为先知识有入法，但是伊入法了后，来不断的开示众生，有那是因先知识而自我自修安尼，安了解吼？但是先知识是甲咱讲，你安怎去悟，去安怎去修，才能达到入佛的地见，这个就一定要有先知识，才有这个水准。唔是讲今仔会用讲几本啊经啊，就会当，唔是安尼哈。就因伊了解佛陀的基本上理，是到底个甲众生讲啥物货。所以咱有甲咱讲个原始的佛教是啥物，叫讲啥？迄个叫做原始佛教。但是究竟的佛法是叫讲啥？就是叫甲众生提醒本来有诶，即个法界伫安尼。哦，这个在这个个先知识与研究当中，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但是破这空要显露迄个如来中的光明，一定要认知为性，去断除烦恼。哦，这个有一个处事，不是讲乌白讲乌白修，你将来就会当得法，不是安尼。哦，所以现在在讲，一定要照着先知识，你有先知识和先知识做伙迄个因缘。啊，甲受善知识方便开始，互咱会当体会兼感悟安尼。啊，若讲个五四三，迄就无效哈。讲个五四三的，听吼，毋是对一个出家人拢善知识，即都已经有甲咱不断的迄个个提醒过啊。哦，啊，所以因缘若是有着善知识，注意拼命，都是要家己听伊发安尼。按注意这点吼。个另外一本叫做《法华要解》，哈，《法华要解》这么伊对这个开字吼，开佛地见、是佛地见，这个开字，伊讲就是要破无明之风波。什么叫做风波？这个波叫做白，吼，也叫做风，风福风白，这个波哈。众生光明的如来同体，啊，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白，也叫做布，也叫做风，受着烦恼暗坎，这意思是讲安尼，啊，迄一波意思风波，已经风福福就是暗坎掉了，咱的光明体起有不亮，烦恼暗坎掉，这个是安尼，啊，就是起有无明暗坎掉了，啊。但是这个诗字呢，因为这个诗就是表示嘛，
所以讲，即个开开，就是要教咱众生，叫咱安怎样开掉迄个无明，从迄个烦恼甲提起起来，因为烦恼暗藏无暗藏，暗藏光明体。哦，所以咱一定要甲开、甲提起起来，开起来。那么这个是就是给咱知所未之真体，因为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咱唔知影讲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迄个如来性体，那佛陀给咱指示，迄个咱所未迄个真如性体，佛陀给咱讲，你有一个某，有一个什么物件，比如讲你一个。一个流浪主咧，你事实你身躯有挂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啊，你家己唔知影，啊，你家己一世界去乞食，哦，这个就讲，你本来就有一个，迄、那个价值连城的如意宝珠，迄、那个叫做是，安怎吼？那么这里我是汉人东西，我啦吼，体会，论语的这个中庸内底讲汉人是贯通言。即将不知表里，前所无不得而我心是全体大用无不明义迄。哦，迄中庸有一几句话讲，但是哩动事就是讲，予咱会当忽然间明示啊，我有一个真好的如来藏。迄是动事叫做明示，吼、哦，予咱彻底当了解我本身原来就有一个遮尔好，而且个宝物。但是要安怎样达到这个圆满？你讲一个忍。即咱一定爱有深造，才会当注定。无唔对，咱人人拢会做佛，这是对，因为咱有佛性。吼、哦，会记住咯，咱拢会做佛。但是因为今仔日咱若无彻底深造改进吼，实际讲咱袂当得到佛心，一种具足完整。无唔对，因为咱有一个具足完整的佛心，可是咱受着暗坎，受着物质物欲暗坎。所以咱一定爱去彻底深造改革，彻底去深造改革，安尼才会当。吼、哦，即个就讲安尼哈。咱若无实修，实实在在断除烦恼，实实在在改革家己本体上，而即个歹问题，吼、哦，革命嘛，改革，改革咱过去迄个轮回，而即个个因素，安尼咱无可能得着吼、哦。所以才会当清除一切种敌安尼。因为这个一切种子就是台湾子弟嘛，吼，台湾子弟就是如来较有，一切地甲一切种子都无共哈，吼，即马来，安尼开始叫做佛的地见道哦，吼。那么下面这句话伊较个补充佛有依数文配色，数位数地甲数高安尼。这个数文就是开佛地见、四佛地见、五佛地见、甲六佛地见，这个叫做数文。头前这都讲到啊，吼、哦，这段头前这个本文就是讲安尼，吼、哦。那么这个呢，就是要予咱配色。这个数位就是讲，那要甲用字先讲的数个，苏德凡、苏德含、阿那含、甲阿罗汉。不过安尼是改成较无遐古种，就是讲啥呢？讲迄个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加佛陀。因为伊今仔日就是从此甲咱开始，予咱进入个别的解脱，吼、哦，先阿罗汉道，即马来辟支佛道是比阿罗汉道较高，即马来配合甲即个自度度他即个菩萨道，而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叫做数位安尼，吼、哦。但是数位个一个数地是个指啥物货？即个数地，咱过去有讲，为啥有个讲生所作地？啊，妙观察地，啊，这个平等圣地，啊，加这个台湾境地，因为咱今仔日来当开佛地见，个人五佛的地见，咱都有这个数地形象。这个呐会当烦恼断尽，数地的行嘛，哈。四地吼转五性，咱即卖伊佛陀甲咱讲吼，每种性里边那是转第一，转前五性，
转前五色，生所作地。这个就一定要佛陀跟我们开始哦，咱家己去修哈，转第六色。生妙观察地，转第七性。生平等性地，哦，这拢不是讲过了哈。转地百姓，转地百姓，地百姓是阿赖耶姓哈。安尼，因为咱这个八色心王为啥个甲咱讲的是七性，啊，即马来我六性，吼、哦，我六性，这个就是讲你必须心意我六性，这个就是讲安尼啊，啊，这个第七色是无那性，吼、哦，啊，第八色安那也性，吼、哦，所以这个就讲转内底。迄、那个阿赖耶性乃当清净，就成为台湾子弟。这个不是拢有讲过。啊，这个外口的五性，啊，甲六第六色的这异性，五性呐转的性是生所作地，第六色甲妙观察地，第七色的这原来的固执色甲成平等性地。因咱人的集中吼，集中是看家己，无管别人生做安怎样。但是你今仔日若是真真正正迄个五执色转的性，你会当彻底了解众生同一体性，这个叫做平等性地。哦，这个不是都讲过啊？啊，这个就安尼甲咱讲就好。即马来，伊即马搁再讲一个四地四教哈。这个四教，因为以前内底有一句话，哦，上天台文句哈，天台这个法华文句哈。哦，即马即个吼，伊是计讲详细伫即个法华文句天台中地下大师所讲的即个法华文句来对联，四教有一个叫做法华四教，甲一个法义四教。即、这个我那大概知影一个就好哈，法华四教，即第一，哈、哦，第一叫做。三宗教，第二，它叫做通教，第三别教，第四。它叫做原教，这个改成进前，我那伫《成佛之道》我那有讲过，详细有讲较详，有讲较详细。这个叫做化学四教，那么搁再来一个叫做化义四教，第一顿教。第二占教，
第三秘密教，第四叫做不定教，这是地价大师伊所分出来，好安尼。所以现在得甲讲，详细伫天台文句文句记内底，以及佛法科，吼，佛法科主定安尼。这个唔免讲，这个注解记内底搁再讲出来，吼，安尼真济去啊。这个大概知影，安尼了解吼，搁再讲一遍哈。开就是破无明之风波。是就是知所未之真体，那么我就是发现同时，入就是深造自得。开始我这意思是安尼哈，开当证一切种地，安尼才叫做佛的地见安尼。所以重要是安尼会样转啦哈，咱人的五根面对六尘，拢会受五尘未向起色，但咱会样转。但是第六意识分别性，受到五尘的影响，拢会起各种分别。咱也会样转，卖安尼念念不忘，在世间发来在问题。那么咱人因为有一个个五执性，所以分别心，我啦、你啦，安尼分别，都因为为着个人去掉他人，啊，都安尼作业。所以同爱样转，转到众生，知众生一切平等。那么第六，因为咱为着头前的七性，会未执造业、无明烦恼，较来往八大愿境地。但是咱头前这个七性来样转，那么咱迄个大愿境地都无受到无明烦恼所限，未造业，所以咱的自性如来的本体现。那么迄个叫做大愿境地，会普遍整个虚空界。普照整个虚空的六道众生，安尼才叫做大愿境地。吼、哦，这意思是佛尊以四地圣性达到最究竟的大愿境地。但是今日佛陀甲咱开始悟入，就是有那要护咱达到一切种地的完成，就是等于一切种地就等于大愿境地安尼。佛陀的本身会当有这个水准，伊有那爱所有众生，有那这个水准。就讲佛陀本身成佛。也跟咱开佛地见、悟佛地见，开始佛的地见了，咱有那爱众生悟入佛的地见，吼修行未来成就佛道安尼。这内容意思太开始讲安尼，哈、哦。那么搁再来个看哈，今嘛一个再个一个上，把这个迄、那个发展搁再个开始。这句话哈，加上有两种的意思，逆心。物错界经义，见他道，见他道开始五入，自是佛之地见五倍无分，欲作初界，那是谤经非佛的安尼。那么下面这句讲，咱若要按照这句一概断，比如讲这个自是佛之地见，伊这个自是甲客走。啊！甲用一个佛之地见五倍部分，就讲咱凡夫今仔还无达到迄个究竟的意思，所以咱讲凡夫无分。所以进来在讲暗消性，智慧真烂，啊！但是呢，机真浅。所以凡夫吼，咱即马会使讲佛法的这个凡夫众生叫做福报机浅，所以无迄个真有心要来学大乘法。卖讲在大乘，无有心要来学佛法安尼，这个就是伊的福真浅，啊根啊福真薄，啊根基真浅。但是应该我看注意，唔是福薄，嘛唔是基浅咯。虽然会当慢慢来稳定家己的心思动念，啊慢慢来进修，应该安尼可以讲是超越一般的佛弟子。但是因为今仔日咱了解吼，因为。这个大乘经来底是佛开始要让我们悟入佛的地见，哈、哦！但是咱会当稳定这个心来好好学佛学习，
安尼应该咱注意的这个福，唔是一般去讲福报积欠。好、哦，所以现在这个讲是去讲孝心，伊无法当接受。好、哦，所以伊的根基真浅。这后边一个讲到一段哈，一个讲到一段五千个安尼离开，唔肯接受法华经，因为这是内容用法华经来解。好、哦，但是含佛的低见哈，所以讲福报。基欠的人应该付的低件是无分啦，伊讲咱众生阿个无迄个分量诶，怎么唔够结恶啊咧？嘛会当来占处我嘛吼，嘛会当来占。比如讲，即个基欠的人都蹲，啊，那么基欠的人，伊知影即个佛法伊的重点伫底，但是伊嘛会当占，所以咱今日可以讲徛在占处位，占处好个即个立场，唔过咱会当稳定。在这个四五年来，咱就心无变，吼、哦，安尼嘛袂当讲福外报啦，啊根基外浅啦，吼、哦，安怎样吼？有诶是听咧就走啊嘛，啊咱嘛袂当讲安尼啦，所以伊嘛讲，唔过咱那个是凡夫啦，吼、哦，啊个是凡夫，听有无？讲者确实咧，烦恼要断断袂去，过去诶即个习气要断嘛断袂去啊，听吼、哦？有一个甲我讲了，讲伊较早就爱食烟钱安尼。啊，即嘛就已经断灾啊嘛吼！伊讲那对菜只啊贵吼，看那个香烟钱，迄、那个烟钱的味就流水烂，对吼，迄、那个叫做湿气啦，改袂啥贵安尼。啊，不过伊实在甲讲，讲吼足歹改啊。啊，过去个食薰，即嘛那就闻到人边啊个薰的味，伊嘛想要搁食安尼。哦，啊，即你经过几年过较袂想，伊讲经过五冬过，迄、那个烟钱味较袂想。啊，迄、那个分别较袂深安尼，哦，安尼伊就有个精神嘛吼，所以可以讲凡夫的习气嘛，无遐好改啦。咱讲真正吼，这是实在代志。所以先来底较讲，咱无分啦。不过呢，伊过去无法当改，断断掉迄个个分性，食素了后，啊个五年啊个改袂过，都是凡夫。不过到尾嘛改过啊，分堵袂掉，但是稳啊堵起来，到尾嘛是堵起来。安尼叫做渐处，渐处得啦吼，渐处得咱知影吼。所以真内底较讲安尼哈，搁再讲下，咱无分是无唔对，但是咱已经有渐处，渐处咱慢慢慢慢就会成就。所以真内底讲，像《法华经》信改篇讲，这个由处文化，吼，啊搁无入去门内就对，啊搁继续伫外口迄个草庵里。伫佛伫儒家内底讲，还袂叮当入色。上处文化而未叮当入色安尼，但咱今仔是还未入到这个佛的这种觉知见，不过初步了解这个义，哦，咱他妈去讲，迄个思想缘起，啊，到这个平等性，即个咱在一日这个义内底多多少少会当了解，哦，所以今来在讲啊，助念伊讲知足超安，比如讲咱那个伫外缘，家己爱想是讲啊，事实讲咱那个真无个啦。哦，咱无这个物件，所以亲像公主，迄、那个头阿爸的公主如吼，佮讲伊若无予人家提醒，伊唔知讲伊是一个富翁的囝呢。啊，佮另外比者，比如就讲公主，你本身你挂一块价值连城这个宝玉，你家己唔知影，就讲今日这众生有一个如来藏的地位德相，咱家己唔知影，但是有人甲咱开示，咱就渐渐了解安尼。这是比如安尼啦，哦但是现在来吼，即句话我阁讲一下，因为慧能大师甲发达，发达有一个秘诀，伊讲讲你唔通错解经义哦，吼，因为唔通讲看到佛道，结果开始悟入，啊，你就讲你已经有佛的底见啦，唔通讲这个文字机内底有物件，有这个佛的底见的机，啊，你自以为你已经捌佛的底见。伊即马就慧能大师咪讲，我阿个无即个分诶，我阿个无即个分量诶。啊，你发达未入伫即个上境，你所以讲比我阿个较落差诶啦。吼、哦，这是即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再讲一个，唔通看到外道个讲经，你就认为讲迄个外道法有哪叫做佛的底见，真来的确是有即个成分，有无？你甲看，有无？有即个成分有无？吼、哦。你唔通看到外道，他都讲外道，佮开示佛法，
像一贯道嘛，皆讲单经啦，讲心经啦，讲这个三会，讲你唔通讲因迄个，就直接甲咱开始忽然之间，你唔通见我得啥？这意思就讲安尼哈，这个所以进来都有几段基地，好，明道尊好，好啊。